要生活，要民主，要改革啊！你来，要生活，要民主，要改革，要生活，要民主，要改革，要生活，要民主，要改革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咱所有党工人。感谢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士大少年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26年前的5月19日，就伫这个所在，就是龙山寺庙口，咱民进党创党的主席甘平坚。甲争取100%言论自由，自焚而死的地洋勇，甲有六百个要争取人权、争取自由，唔惊军事压迫，国民党一党独霸的民主先进，坐伫龙山寺的庙埕，伫关圣佛祖面头前，伫众生明见证下。在这坐几天，外口是国民党动员几啊千个宪兵、警察、特务、政治人员，规个拢封起来，规个拢围起来，路袂使行，人袂使出入，内底人袂当出来，外口人袂当入去。在26年前，在这个所在。在龙山寺的庙埕，民主进步党的创党主席甘平坚甲咱讲：，台湾人走来到这，台湾人无爱跟军事介严，台湾人要争取民主，台湾人要争取自由，台湾人头甲当地，脚顶当天，食当米，啉当水，咱要做。台湾的主人，对唔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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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迄年的9月28日，民进党创立了。26年来，一路行落来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台湾的戒严予咱冲破了，报禁予咱冲破了。台湾会当做国家的主人，台湾会当一票一票选家己国家的领导人，台湾做总统的头家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对各位乡亲士大，但是历史常常轮回，疲劳常常转弯，当年。实施戒严38年，一党独霸的国民党，搁倒转来，化妆倒转来，变心倒转来。国民党经过涂脂抹粉，讲伊也变作民主政党。国民党的迄个头人，上帝反对，总统直选，当年是徛伫咱的对立面的马英九。竟然在做总统，这是在讲，若咱台湾人来看，就真正是天乌一片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所以主人嘛会晓做呢，有当时啊嘛会失觉差，敢若是咱叫车，有当时啊叫着叉叉车，叫唔着车，对啊，对。你敢若换换换到袂晓换，等下咱弄着树头，等下咱跋落水沟。坐伫车内人，生命共同体，生命财产拢发生危险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五年来，马英九做总统，伊的第一任是伫道歉内底结束，伊的第二任是伫抗议内底上台，结果愈做愈害，愈来愈惨。各位你来看。现在是不是经济倒退路生活很难过是不是
免讲大经济数字，都甲咱看你身躯边，即马一桶牙数二十 kilo 二十公斤的，甲咱这三个月就起百外外块，对不对？台北市我会记吃一粒便当五十块，已经几啊年，甲咱今年，甲咱今年，一个五十块的便当买无咯。同款的便当，即摆七八十，是啊，是。一公啊牛奶粉，一公牛奶粉950块，一碗泡面，本来30的，即摆50外，对不对？我拢知啊，因为我常常演讲走几暝，回去才吃一碗泡面。我孙啊，我就买牛奶粉，所以起偌济我拢知啊。各位乡亲士大，敢若总统唔知啊？少年学生啊，讲总统啊，一个便当吃不饱，一个吃好心，有没有买第二个啊？这就跟咱无同款，对不对？咱的总统伊唔知对不对？这个总统做了这歹，伊甲咱承诺，讲伊要完全执政，完全负责下去。啊！要完全执政，完全负责，干哪做这摆，就是下台负责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伊天天啊卖嘞，阴嘞，连要甲罢免，宪法规定嘛，都爱晚一年，就到明年5月20日才开始，刷嘞都爱立法院1/3，立法院咱都无甲1/3的立法委员，你干哪看怎？因的人冤枉，所以各位乡亲士大，咱民进党伫今年九月，全伫立法院提出来讲，换内阁救经济，换来一个救经济。伊党员的遐立法委员，甲咱炸，甲咱乱，啊，咱都连过半都也无够，咱甲咱40几手，无敢提走伊。那对钱走，你甲我讲，我甲开除冻结。所以民进党，大家我40几手，我总压起来都拼伊袂过。所以人民啊，我小弟，大家倒出来，大家出来倒站，甲我好声，甲站好出来，咱甲马英九讲，头家受气咯，好阿母，好阿母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唔是干那民进党。甲讲换来个救经济，咱讲行政院长要下台来个中华谈救经济，伊唔肯。伊讲，予伊3个月观察，留校查看。国民党立法委员、立法院党团安尼讲，结果马英九赵主席讲1个月就够了，1个月就有感经济。各位啊，1个月过啊，是毋是？2个月过啊，对不对？有干部，经济有够好无？3个月，这个月底到啊，这个月底到3个月，咱吞论一个3个月，这个月底到，经济无够好，所以咱来上街头，对不对？爱换内阁救经济，是啊，是。做经济部各位乡亲士大，你甲看。你甲看，26年前，唔惊死的民主先进，民进党甲民进党的人，伫解严中来对抗、来冲、来拼，互咱捡贵咯，新闻自由争取咯，会当办报纸、办平台咯。但是历史循环倒退路，即马。伊发觉讲用刀、用枪、用戒严来压，讲台湾人袂调，伊用灯管咧，用马，所以你甲看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报纸买去，电台买去，电视买去，杂志买去，各位啊，四间主要的大报纸，第一间我中国。对一间为本土，大家真清楚对唔对？啊，你嘛，那渐渐
伫中国趁钱的出来买，大老板讲若买着，就会让中国欢喜。啊，你着哪像连前的中国见中国大官，买一个破手同款。这都毋是咧为台湾，这是咧为中国，伊要去遐做生意。咱做主人，敢会堪你遐咧吵？咱爱出来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民主进步党。无想要甲对一间外体作对，咱对的毋是个人，但是咱做一个知影监督的政党，咱要求马政府，啥物政府都爱说 NCC， 就是政府爱出来管制外体，外体是公共性，外体毋是路边买一块皮啊，外体毋是路口买一只车。外体是公共财，不容过度私有化。私有的老板是你的财产，但是外体报道爱公正超然，对不对？担当着外体交易违背这个原则，政府主管机关都爱出来徛公道，爱管制好势。公平会 ，NCC。金管会、法务部、经济部，你都要出来将人民交代你的权，你要出来主动，你要出来讲啊！袂使有媒体垄断，袂使有财团独占，袂使有健全的媒体环境受到破坏，袂使有新闻自由受到打压。这是民进党甲台湾人。26年前，伫这个梁山寺庙口坐伫遮，日头下，风雨中拼，拼到今仔日，不用你马英九状元拼来成果，双手捧上予中国去，不用大老板要予中国欢喜，转予伊规个垄断去。所以，这款代志，公平会应该伫一个月内底就补回。这一个月，伫今年底12月底到期，30天就到。30天到，伊若无补回，咱伫1月13上街头，好阿无？好阿无？各位乡亲士大，社会已经不安，人民生活困难，真济代志爱解决。公平正义爱顾条，袂使有劳工，因的劳保要倒台，予劳工做一世人生活遮困难，袂使有劳工，即阵开始心肝砰砰跳，感觉伊交去的钱，毋知就咧政府倒位啊，才倒甲无半条，所以真侪劳工进手咧领钱，讲起来可怜哦，凄惨。这是劳工最后生活吃饭钱。劳工伫过2个月前开始上街头，6步1跪求马政府刮擦本甲流泪，马政府拢无做。结果即摆你甲看，真侪劳工已经对马政府无信心，开始抢在领钱。民进党看得真艰苦，这钱哪领去？愈来愈薄，后半世人要安怎？这钱若领去，用倒去要安怎？政府无应该你做，政府爱出来甲人民讲，甲人民保证，政府绝对负最后保证的责任，绝对袂当予做一世人的劳工，绝对袂使予基层最后无生活根本经济最后的保障，对唔对？所以。所以，民主进步党看到咱人民无法度生活，阮上街头呼喊大家做伙行。咱要提出人民的要求，第一，要生活。民主进步党看到新闻自由落空，看到媒体垄断，看到主管机关拖延不负责任，看到马总统无站出来动。所以民进党号召民众1月13上街头，
咱要要求民主，袂使让中国乌手伸入来台湾，袂使让中国乌手入来媒体，袂使让媒体垄断。民主进步党看到台湾应该改革，马英九无才调子，要求伊开国事会议，民进党无执政，那愿意甲斗打，伊也不理不睬，无爱做。民进党不得已，咱要求改革袂使倒退路，要求袂使退缩不做，所以民进党呼喊民众就街头，咱要求要改革，袂使让劳保来倒。对啊，唔对，对啊，唔对，袂使让健保来倒，对啊，唔对，袂使让农保来倒，对啊，唔对，袂使让人民国民年金来倒，对啊，唔对，袂使让军工教保来倒，对啊，唔对。所以，民进党看到马政府马英九这五年来该做的不做。不该做的乱做，该挡的不挡，不该挡的乱挡，该仗的不仗，不该仗的乱仗。民进党特别指出来，你看薪水应该涨不涨，经济成长 GDP 应该涨不涨，物价拼命涨，对不对？该动的不唔动，不该动的乱动，你看，中国的黑手伸入来台湾，应该动唔动？媒体垄断爱动唔动？结果达赖喇嘛要来台湾，甲动？结果咱看到应该爱动的，即个孙亚夫走来台湾在讲一个中国，伊无甲动。该做唔做，唔该做乱做。该做的就是应该做改革的不做，应该拼经济的不做，应该政府爱节量的不做，结果政所税无准备好就拖在乱做，结果你甲看，规个应该当中国将护照将台湾来做伊的国土，这应该动，伊唔动，民进党。来做护照贴纸，贴在封套上。中国护照从台湾日月潭阿里山清水断崖，断崖变作一个国土。五个月外交部一句话都唔讲，民进党做一个护照封套贴纸，三点钟前跳出来讲，讲这违法，这袂使。怎嘛？人民去受气，阮。出来甲抗议，伊即马讲不反对啊，所以这个政府不点不亮，这个政府哪来出来甲点？伊只像蜡烛安尼不点不亮，对唔对？所以民进党伫遮，伫今仔日这个时间，感谢阮阮规个南梁山市到庙埕，所有乡亲士大出来。民进党在这起鼓，民进党在这跟大家讲，今仔日第一场，就像二十六年前，阮对梁山市教来开始同款。今仔日第一场，对梁山市教来开始，请各位有乐乡亲士大少年朋友，让消息传扬，人民愤怒，人民火大，人民不满，我拜托大家烧酒烧菜。113一月十三，咱要上街头，咱要上凯达格兰大道，咱要来到总统府头前，咱伊总统的头家，咱要甲马英九讲，头家不换，换内阁救经济，我们要生活，要民主，要改革，对唔对？